各位童心，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潘又谦潘老师带来演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谢谢。大家好，今天真热哈，啊,啊，可能上这课真久，啊，我想我中间无休困，但是你呐要去诊所诶，家己主动主动去，啊,啊，这个。 感觉真正在伫遮咁要困去啊，会当出去偷一下睡啦吼。啊，今仔日咧课程吼、哦，我毋是要教大家教啥物货啦，因为来讲学历啦、经历，我也无比大家较好啦，吼、啊。这是一个我参与民政府诶一种，咱讲自我反省、自我决策过程，啊，甲即、这个变做一门课啊，甲大家分享安尼啊来看。 过去咱受着中华民国即个流氓政权的即个教育，互咱的思想变甲真混乱。所以混乱的思想叫做中毒的思想啊！所以今仔个课题的题目叫做解读。啊，因为咱中毒思想中毒，咱看一个代志的时阵，煞袂晓看啦。所以即个课程有解读，无论是新闻， 啊，是报纸，啊是媒体，是即摆国际局势个变化，咱也无透过一寡新个知识资讯，啊是理论，咱无可能去了解规个国际局势是安怎变甲像今仔个。简单讲吼，咱台湾民政府咧讲个是国际法理，国际法，啊，国际法哦，就有几若种啊，国际法，比如讲万国公法。 哦，调，抑是讲即、這个、即、這个、迄个世界各国各大国之间所签订的合约，迄拢是即、這个、即、這个国际法。啊，读国际法，伊内底其实有真侪种逻辑啦。哦，啊，今仔甲逐家介绍一点仔简单诶逻辑啊，矛盾率，啊，两种完全倒变诶概念啊，生甲死，更甲暗，哦，即两种。 完转的概念，咱看起个案例，一上面叫矛盾率啊。我从没有讲过白海豚会转弯啊，白海豚自然有它生存呃有有水的这个路径哈，它也会转弯的呀、啊，不是车子就是一直往直线走啊，它鱼也会转弯的，它既然在台中港那个海堤它都能转弯，那何以在彰化这里就不能转弯？ 不是我讲，我必须要澄清，嗯、我从没有讲过海海白海豚会转弯啊，海海我从来没有讲过发明无心酱可以得诺贝尔我闹哇,哇,哇你白痴，<laughs> 有一个传媒里面、嗯、叫无心酱，<laughs> 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啊，哦、<長>没个滴，哼，这种就是金标准的矛盾力，到底伊有讲啊无，有讲嘛，啊但是讲我从没有讲过嘛。 啊，所以即咱即摆科技发达，咱拢将因讲诶话给它录落来，啊，改，互伊家己讲诶话读伊家己讲诶话啦。吼、喔，这叫做矛盾率自相冲突啦。到底有跟没有，有就是有，啊，没有就是没有。有跟无是两种相反的概念。矛盾率也是讲即个逻辑诶定律吼，生成伫咱诶头壳内，但是咱受着污染诶教育，互咱混乱去啊。 敲门打开，刚好黑色的小白兔，有没有？有的请举手，有的请举手，勇敢的举起你的手，哎，呃、哦、放下。你刚刚没有的这句话陈述是错误的，请举手，呃、哦、放下。好，没有的请告诉有的为什么没有。哦，有人说对了，黑色的就是小黑兔了，他有黑色的小白兔。 小白兔伊的是白兔，伊毋是伊毋是伊毋是其他颜色。小白兔就是伊白色，叫做小白兔。啊，那乌色的叫做，啊，那灰色的咧，啊，花色的咧。哎、欸，大家他看清清楚哦，好、哦，这个叫做那个两个相反的概念啦，哦，两种完全得病的概念，即叫做矛盾率。台湾人思想混乱呐。 咱互相加加思想混乱啊！这拢存在伫咱的头壳内，咱拢毋知、啊。感觉经历，咱在座敢有人是大人？人经过空袭的有无？有吼。咱看一下路边采访的烟枪阿伯啊，伊讲的个啦吼，来，咱看,看案例二。 你把美国抗税吧？啊，你把美抗税吗？啊。你抗税，你今知什么人敢点炸讲啊，日本啊，日本敢点炸洞？哎呀，塞，日本点的阮都拢咧不用讲了，都。阵备几岁？哦。啊，唔知是啥人跟你讲的，你讲你知？的。 招碧红江河种仔，中间那种啊，上，你总在大南边。所以你的印象中、啊、是日、啊哦哦、本人、啊 <meter> <forte> bumps,，还是在干啥物仔？在咱碧红江

少年的仔哦，咱甲整理一个啦吼，用即、這个用伊的话甲整理一个。啦。伊讲因两会时阵秘防康和嘛，伊时阵要日本管的啊，啊，日本空袭台湾啊。到人过年放炮，啊，台东因家己厝年房间放。敢有，啊，日本管台湾，啊，日本空袭台湾。 这叫做思想混乱啊，思想混乱啊，吼、哦，这就是标准的。咱利用洗脑，讲咱八年抗战，那是因八年抗战，抗谁？抗我们呐、啊？抗谁？抗阮阿公阿祖啦？安尼阿公阿祖去抗他们呐、啊？安尼叫做八年抗战呐、啊？哦，中华民国加台湾经过六十九年的洗脑，变做安尼。 即嘛，現在所有的多数的台湾人变安尼啦。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中毒的实验。台湾人应该反对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服贸协议，对毋对？对毋对？对的，请举手。好，下啦。啊，毋对的，请举手。好，是安怎毋对。 哦，啊钓诶，对是安怎钓？啊，钓是安怎钓？对有无？他拄仔举手诶呀。你若感觉钓诶，是是倒位钓？即者问题吼、哦，问答湾人就问落吼，变、哦、种两种答案，三种答案呐。啊，最后一种答案，叫一政治诶代志，我毋插啦，是毋是？ 出面计变，你甲伊讲拢，好亲戚朋友拢甲讲拢嘛安尼。我逐个逐个逐个看啦吼。服贸协议敢是台湾甲中国两国签诶协议，敢是？啊？无上签诶？安尼，中国人甲中国人对啦，毋过你迄答案吼概念吼、哦，可能无赫尔精密较精确啊。 有人讲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民国吗？的、呃、什么？我想跟问你啦，哈，服贸协议啦，哈，也是讲货贸啦，一克话啦，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 敢有人去看过物件？无啊！啊一群学生啊，伫人民法院上吊的，反对服吗？伊咧反什么货？无看过，啊咧反什么货？但足侪人毋知，啊唔过咱咧反反一个咱毋捌看过、毋知的物件。来，咱看一下迄、那个啊诶，档、那個、案，甲拍开。 文件，咱大家去网络揣的有啊，哦，去揣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你那个搜寻打进去，你把它打台湾，这中文版的啊，英文版嘛同款啊，哦，打台湾啊，甲搜寻，到台湾，揣无呢？整个协议文件找不到台湾两个字呢？啊不，你甲打中华民国。 啊，嘛揣毛呢？啊不，中华人民共和国。奇怪，啊，太拢无，啊，到底是啥物人？甲啥物人签的？签甲全台湾人拢无人知影，敢那签的人知影是啥物人签的？来，按 OK，你按，你开到最下面那一页。 最后一页，加啦，两个协会、两个基金会咧签啦。中国若用国家个名义甲国家个名义甲伊签，伊就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啊，若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个话，就违反全世界来美国讲个一种政策啦。全世界敢若一个中国尔啦，迄、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啦。 即著是 A 股啊！即白纸黑字啊！啊，你若感觉讲我做过，啊恁逐个人去网络甲查查英文嘛？同款。当然伊有一寡附件会写着台湾的什物什物产业啦，什物会要要做一寡交易啦、贸易的代志啦。但是这伊的主要的文件的译文啦啊，啊这种文件吼、哦、叫做 Agreement，伫国际法内底伊叫做协议啦。 啊，下面拢有两个单位啦。哦，你也关掉，那来看那个 Japan and Korea，或者是 Japan and Russia 那一个档案 PDF。啊，你也拍开。伊即个吼，著、就是你看看哦、喔，日本政府，韩，迄、這个国即韩、這個、国啦，哈，Korea，甲政府甲即个中国。 诶，政府伊签诶一寡即、這个即、這个贸易诶一、這个税个诶即个协议，啊，你甲看最后一页，啊，上面一点，好、哦，有无？是政府、政府甲政府啦，伊是对等个啦，伊是对等，政府甲政府签啊。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连政府都毋是啊。 不，中中华民国连政府都毋是啊！啊，你毋是政府，中国要伊签啊，当然著用即个协会啦、基金会啊，用即个方式咧签啊。哦，咱关掉。即、這个即种哦，做物件啦，国际条约诶，也是讲国际协议诶物件啦。啊，所以讲，咱现在著犯证书底下要改错诶代志。 隔壁厝边咧娶娶新妇，你伫遐反对，就是即个意思啦。毋是咱台湾甲中国签，是中华民国流氓政权，因为伊毋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伊用基金会的方式甲因迄边的迄、那个海峡会、海基会迄种基协会的方式来对签的啊。所以毋免惊讲。 哦，咱台湾迄望卖卖给啥物人卖去？卖一间厝，爱有迄间厝的所有权的人，较会使卖迄间厝嘛。我甲跟人凊彩讲，哎，你的厝我甲你卖去，无可能嘛，因为我无迄个所有权啊。啊，台湾的台湾的所有权啥物人诶？等下咱来讲啦、啊，吼、哦，等下咱来讲、啊。问题咱下课较门啦、啊，吼、哦，我把即个课甲伊讲互了。 即咱看过吼，今仔日台湾人上界食力，就是迄种认知个问题啦。咱认贼做老爸，认即中华民国即个贼、流氓政权即个贼做咱个政府啦。无台湾政府呢？但是你网络你甲拍台,台湾政府拢走中华民国出来啊。无台湾政府即个代志啊，啊，咱认贼做老爸就是安尼啊，将流氓政权当做家己个政府啦。中毒个现象吼。 會有以下一寡现象啊，你来看。咱也即个车灯牌讲“我爱台湾”，讲赞啊！咱思想伫国际社会也是张合，即个车灯牌旗啊，伫遐咧为台湾加油啦。即是咱中多嘅现象。台湾无国旗啊，啊，甲即个客来做咱嘅国旗，做咱国家嘅象征啊。即、這个啦，正面让世界看见台湾。 刷来伊举只旗加油安尼啊，这叫做中毒的现象啊！因为甲只旗，这个旗啊当作是台湾的代表性啊。你若去找吼，找即个网网址啦，你讲拍迄个网络若拍全球全球旗帜，吼旗帜旗旗啊，旗帜。即、這个即、這个旗其实是海军旗呢。 大家刚才，这过去是海军旗，甲海军旗起来做因的国旗啊。即、这个人，伊讲伊台湾人，伊过去讲伫即个时间点讲，流亡政府著、就是中华民国。伊去美国了，回来选举前伊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咱今仔日蒋介石讲话著伫遮。 咱甲咱甲两行无共款的代志，甲连做伙，甲动做一下，甲中华民国甲台湾连做伙啊！即就是咱的认知的问题。差就是流氓政权啊，人差做老白政苦啦。伊讲这有根据的咧，伊讲流氓政府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因有根据呢。咱来看一下前途决议文，民进党。 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因的前途决已文。来看十八页，咱来看遮。伊讲通过党纲修改主，主张台湾主权独立。啊！ 重新界定国家领域，修改宪政体制，来往上拉一点点。哎，各来，各来，各来。加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就是、这是第加啦。林觉云也得讲的，把台湾这个国家的名改称为中华民国了。实际上。 这问，这是足大的问题，就直接产生啊。来，咱这金条，迄个是林则徐老的见过，吼、哦，伊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排中律是躲起来的另外一个的那个定律啦，吼、哦，两个概念中，诶中间无中间地带啦。 没有中间地带啦。啊那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恁注意看新闻，那种很凶、哦、啦。那水贝吼，啊在来湾呐。啊好康的就叫中华台北啦。好、哦、恁注意看，我可以给你看。亚洲贪污排名台湾第三，排康的有无？水贝啊，就是台湾嘛。哎，中华逆转胜韩国。 他们是台湾逆转上海国，免签中华民国第三十七个，何康的啊，免签嘛，你也看，那半花博、哦、中央的补助三百三十一亿啦，啊,啊，大气报中央曾经表示啦，啊，曾经表示他说自己出了，为什么？ 台北办花博，中央就可以补助，那么慷慨的补助，而且办一次，一百五十多亿。Chinese Taipei 啊，啊不是 Chinese 高雄啊，这 Chinese Taipei 啊，因为所有的资源是借占领借款落掉的啦。啊，建设东然嘛，拢重北青南啊，不是重北青南，是重台北轻其他啦。 所以，所有的资源起来建设因流氓的城市啊！咱来看即个时阵哦，即是访台甘比亚共和国总统，即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消息啦。中华民国一九六五年独立三年后，中华民国与甘国建立邦交啊！即因迄个新闻内底讲的啊，即个因的网站内底讲的啊，雄雄吼，煞变做。 赞比亚宣布断交，台湾邦交国剩下二十二国啦。大家无感觉奇怪无？敢有感觉怪怪？嗯、但是咱咧看新闻的时阵、啊，无迄个敏感度啊！我啊，足气的啊！吼，搁断交啊！咱开钱拢白开啊！你外交部是咧创啥？总统府是咧创啊？你注意看啦！一九六八年中冈建交啊，二零一三年煞变台冈断交，变安尼啊？ 新闻著是安尼，好诶、啊，啊，著报中华民国；歹诶，著恁台湾人，恁台湾人，著、就是安尼。讲台语诶、就是，著是罗马伫伫戏戏内底，迄叫内底罗马啦，车肩而交诶啦，啊是讲即、這个迄、那个穿蓝白拖诶啦。啊，若讲中文诶哦、喔，啊著读册人啦，啊有水准诶啊。无形中，咱伫媒体内底、伫文化内底、伫教育内底，甲咱洗脑，咱是加一点诶。 比三么人给一顶？b 这的指南人给一顶啊！解读一了啊一九七一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为了重返联合国，我们主张公投入联队的,、啊、的，请举手。那你、啊、觉得他是错的，请举手。啊，还没有举的是不知道嘛？啊，那为什么他错？ 蒋某共这共这共嘛，第二个讲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嘛，啊，所以台湾没有退出联合国嘛，啊对啊，没有加入哪来的退出？啊，既然没有加入，没有退出，啊，又为何要重返？莫名其妙啊！所以这种这种陈述常常在媒体出现呢、啊。 哦，我们，今嘛拢我们刚刚台湾，即嘛媒体拢讲我们退出联合国，啊，汝得来分哦清楚哦，我们到底是我们是什么东西哦？中文咧讲我们的时阵，汝分未清楚啦。啊，大家咧讲就会分未清楚啊咧。弯刀、难刀，有啥物没讲？啊，弯刀甲难刀有啥物没讲？ 无共吼，阮岛饲猪啊，就是我家。迄个湾嘛是我们哦，湾诶只讲湾迄个岛度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安尼啦吼，饲一只猪啊。啊，咱国家饲猪，就是咱我咧讲咱诶时阵有包含听诶人啦、啊，集合名词啦，包含在座诶各位啦。阮民政府啊，恁都毋是民政府诶嘛。 咱民政府，你就是民政府啦。我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啊，你毋是啊？听安人毋是啊？啊，咱台湾人包含听安拢是啊。我们我们，你得你得学一中文，你得查无清楚啊？我们台湾，伊得不讲台湾，伊讲我们一九七一年退出联合国，所以要重返联合国。啊，佮叫大家来公投，伊家己去公投就好啊，台北市家己去公投就好啊，咁咱有啥物关系？ 啊，谁以退出联合国、喔？蒋介石吼，哦，我见过大家看了，加了一九七一年十十月二十五日的这个，呃，第一九七六次全体会议加，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嗯、在决议决议文来在写。 哎，中文诶，哎，可能我会做假，让大家看、哦，好吧？看英文诶啦，来 e x p o 哦，export，阿加，利吉、啊、啦，force with 要驱逐立即啦，驱逐出去、啊。接著，CKS 将开 shake，从这些地方，联合国不承认，驱逐出去啊。啊，那媒体吼，甲恁讲诶话拢好诶、哦，吼，伊甲你修饰。 变做听诶，啊歹诶吼，唔好诶伊就讲好诶，啊歹诶伊就讲，家讲无喊尔歹啦。所以伊驱逐出去诶时阵，邓爱甲台湾人讲，阮去用打压，是毋是？啊，邓爱甲台湾人讲，汉贼不良立，伊是贼，我是汉，所以伊若家己，我著退出。啊，实在上是互人看出去诶啦，我讲啊，足好听嘛，啊，因。 得招来加，伊讲转进，伊讲转进了，啊怕输，但是伊讲我早赢了你也看媒体现在拢有这种这种修修辞学的，甲咱白擦啦。啊出去，讲 a i p 台北是被打压的名字啦。啊邓来讲，說我们还是中华民国啦。实际上出去，a i p 台北是他合法的国际位置的名字啦。 Chinese 台北 i 的是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Taipei 啦，中国政府流亡在台北啦。中华民国不是台湾，流氓政权不是台湾人的政府啦。哦、喔，咱台湾人哦、喔，就分不清啥物叫中国啦。这地是啥物事？这地啦，这几地啦，亚洲大陆啦。 啊，即个，即个，即个非洲大陆啦，哦，地理名词嘛。啊，即个，欧洲大陆啦，美洲大陆啦，五大洲嘛，叫欧洲嘛，欧洲大陆啦。啊，那、啊、这大陆通出来，这种叫做半岛。啊，那几粒诶，著、就是，然后离岛也是几粒的岛，安尼。大陆诶，这个 mainland 这个名词，著是。 即第二名输啦啊，啊若这咧，即、這个咧，啊，即、這、即、個、叫做啥物话？啥？即、這个红色个啊，即、這个粉红啊，小姐啊，中国啊，免惊啦，恁回答袂要紧啦。吼、哦，大声回答袂要紧，因为吼、哦，咱直接毋免惊，讲毋到，还是想毋到，因为咱这规定就是一种互动。 好，互相提升诶过程啊。啊啊，遮咧，印度嘛，即著是国家嘛啊。啊遮日本真清楚嘛啊。啊若中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诶，啊太习无共啊，啊太习无共来，所以咱即麦伫头壳来，咱思想一寡语言想法，咱来变过来，请用中国。 啊，是讲基纳、基纳较接近啦，因为亲”啦、支纳那个是音译啦，哦、喔，音译接近的啦。啊，日文讲“西纳啦，还是基纳啦，哦、喔，啊不用大陆，我们的语言上面改过来，我们思想就会变得改过来。再来，现在用中国人毋通用外星人。当咱讲外星人嘅时阵，是啥物意思，甘知？ 当咱讲外省人诶时阵，我讲诶诶，歹势哦，我用你做咧啦吼、哦。你是外省人，安按即句话啥物意思？就是讲我是本省人嘛。啊，你是广东诶，我是台湾诶嘛。啊，你也是省，我也是省，所以咱有一个共款诶国家叫做中国。当汝讲外省人诶即个用词诶时阵，就是整体设置汝是同一个国家，迄个国家叫做中国啦。所以毋通讲外省人啦。广东诶，走去广西了变外省啊。 所以外省的即个用俗毋通搁用啊！好，伊著是中国人，台湾人，著分作本土台湾人，过来中国人、外国人，哦，啊，外国人著是菲律宾来著菲律宾人，印尼来著印尼人，著是安尼。甲用西元，毋通用民国年啊。我卖问红問,问过你的几岁，讲几年出嚟有无？啊,啊，问你几年级生有无？ 李总，你回答上五年级、六年级，对不对那个小那个小弟，你几年级？你你几年次了？啊，几年次？他新生代哦，没有年次的概念，这是好事。你几年次？哦，已回答一九九五年了，这是正确的说法。 一九九五年就是西元年。当你用民国年的时候，民国的概念就是中华民国。阿、啊、两阿公阿妈，我交和我太早交和几年？哦，你一九多少年？那、啊、个世界接轨了，哦，当然不用交和嘛，写西因为是咱过去，哦，咱即马搭搭把渐渐那个接上来，这个这个接轨啦，国际接轨的一个。 的的路程了哈，咱爱承认支持一中的政策，有同意无？啊有反对的无？感觉无妥当的，感觉怪怪，惊惊嘅有无？咱哥来看，一中的定义安尼足清楚嘛？无其他的嘛？我讲有哦，中非共和国，伫非洲嘛是叫中国，中非共和国，欸、文文字游戏啦。 中国只有一个定义的，叫做 China，China，China，侬 China, 会使啦，反正就是咱拄啊看迄块啦。啊，青年一中吼、哦，过去我会惊，我来上课的时阵，秘书长讲会爱青年一中政策，哎、欸，他会使青年一中政策。会惊惊什物？会惊咱种统一啦、啊，对毋对？过去我我是会惊啊，啊，我来问讲。 我咧反省哦，诶、欸，啊，迄、那个咱是啥物人啊？今日你用统一、那个咱到底是啥物人？是他拄仔来我咧讲“万”甲“咱迄个意思，就是讲那个我们那个集合名词到底他被定义的人是谁啊？著、就是安尼啊！咱确定咱是中国人啊，确定咱是中华民国人啊。实际上，咱出事落来，咱一直到办即个身份证，咱著是无法度啊。咱办的著是中华民国身份证，迄、那、张、個、国民身份证嘛，无法度啊。 啊，咱若教育嘛是安尼教，结果今仔日秘书长读着国际法，去揣着咱真实嘅身份啊，国际、国际嘅身份啊。啊，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愿意来遮坐，来遮上课，是因为伫你嘅心内一定有一种有一种倾向，想要揣出真相，甚至想要把即个谣言解决。 大家拢是亲人朋友，也是看网络来的嘛，是毋是？敢有人看报纸来的？无啊、哦，拢亲人朋友跟你讲的嘛。啊，亲人朋友咧？跟你讲的时阵，你是毋是感觉无啥可能有无？就、欸哦啊、是讲，诶，敢美诈骗集团，吼啊，敢美是只是新的政党，新的党派，还是独派其中一支？ 安尼，就拢安尼想嘛。实际上，你若无开一个时间坐伫只豆豆听哦，你根本都毋知。影恁朋友咧甲你讲啥物话啊？因为伊嘛是开一个时间，伫只豆豆听落来啊。啊，你甲伊斗阵个时间可能敢若三三十分钟，也是一点钟尔。一点钟欲甲你讲三讲个代志，无可能啊。啊，你若伫只豆豆听，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国际法。今仔咱咧讲个是法律，毋是咧讲感觉。 中华民国首都在南京，对不对？对嘛啊，中华民国死了啊！啊，首首都在南京，今他这为什么在台北啊？为什么？就是流亡嘛。大家说不干嘛奇怪？Chinese 他们讲 Chinese t a i 而是 Chinese 金嘛，是不是？ 只要是“千里是台北”，咱过去英文老师来教讲“中华台北”啦。我捌问过一个，伫国际会议翻译、即时翻译哦，就是外国人士伊讲英文，伊直接翻做代语的。我讲问什么个“千里是台伊讲中华台北”台北啊？什物意思？毋知。因为咱过去受着细脑的教育，就是甲你教讲“千里是台北”等于“中华台北”。 啊！中华台北三民主等于是蒋介石台北鬼打墙啊！对了，这种问题了。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了。以它就是流亡政府，它不是一个国家，只是因为历史的种种因素，它流亡到台北，正如达赖喇嘛，他那个西藏流亡政府。 他流亡到印度的德兰萨拉的那个城市上面，所以中国流亡政府流亡在台北，他是被国际法限制住，只能在那个地方，他不能扩张他的领土，所以这个就是国际法。一起来骗台湾人耶，噶台湾人拢讲已经做中华民国了，其实最重要另外一个新婚哦。 台美关系法的十五条内底写，伊是遮，伊遮写讲的。美国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号以前所承认的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啊，加了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啊，那是台湾人诶，伊得写 of 台对吧？o n、啊、是啥意思？我徛你遮叫做 on 啦、啊。 咱今仔日按，在这个水月园的这个土地上，叫做按啊。所以英文写得足清楚的。台湾人英文读了无好是，是安怎？啊，著教你教好歹嘛，你著袂晓看啊。啊，你不能跟国际接轨，你要跟我接轨，哦。我著教你教中文，你著背四书五经背，背论语。咱头壳拢爱背迄种，咱讲过去迄种浪费脑记忆体的东西啊。 啊！细汉哦，教囡仔背唐诗哦，哦，背到哦，足厉害，拍仔哦，啊，要创啥？大汉唐诗干来换钱，干会当存盘食，就拢教一寡迄种对于家己本身的身份、甲伊的文化过长的一种物件啦。啊，教的历史是神话啦，教的地理是历史啦。过去咱就是拢教即种，伊是地理当局啊。 中华民国毋是台湾，即张图一直写常会出来，所以咱一定要家记号清楚。即摆去，今仔日来大家就是要甲大家对即个中华民国甲揪出来，互汝认捌汝真实的身份是啥物人。台湾人吼，脑筋做二等事，因为洗脑搞过度去啊，做二等事啦。甲亲人朋友讲，台湾民政府讲甲伊去骗民，讲以后要甲我讲啊啦。咱今仔日朋友做甲遮啦。 咱一变变拢独派啊，欸、別別都了会变安尼哦。过去啦，过去我啦吼。咱、喔、今日做遮嘉德啊，台独化真久，无画，无画出，感觉怪怪啊。台湾民政府无支持台独啦，甚至反对台独啦。啊请心来佫有迄种感觉，爱台湾独立的吼。请请毋通生气吼，啊请用较欢快的心情，听我来慢慢啊，甲你解释。因为迄有原因个啊。过去我嘛是支持台湾独立啊。 我毋是什物党派，但是我自有投票的迄天开始，我毋捌投过国民党、亲民党，甲其他诶什米新党有诶无诶？我拢投诶青，啊无是土色诶安尼？土色是新出来较有啦。诶、欸，我以为多了一项选择，原来我们都是没有选择。大都无路，no way，英文跟 no way，way 著 way、就是。 福利卫就是告诉讲了嘛，卫就是路啦，啊，嘛有迄道啦，就是方法的意思啦，无方法啦，大多无方法啦，有诶方法拢家己想诶啊，家己想出来哦、喔，我逐个分析个逐逐个听啊，当然家己想象诶独立无、喔？公道路线啦、啊，公道路线第一种，公道路线，经过一百万人办理身份证哦，国级。 诶，宣誓，有一个做这个国籍，台湾国籍宣誓，啥物啥物会啦吼。啊，嗯，国际社会宣誓讲，台湾主权属地台湾人诶，成立国民会议，一定宪法，成立临时政府，举行台湾住民主决公投，台湾独立，这第一种路线，讲安尼著会使啊。啊，那安尼会使吼？ 已经武三十年啊，应该成功啊，他也袂成功，也袂成功。汝也问问台独人士，又讲咱个需要努力，啊，看要努力偌久，嘛毋知影啊,啊，台湾人，逐摆若选举选举啊，台湾人拢袂觉醒，啊，足奇怪。啊边啊两摆选赢，迄个时阵我毋知我毋知法律，嘛。我嘛是去投，两摆选赢，啊拢欢喜袂起来。 你够奇怪呢！啊，小英算输，谢中良也算输。哦，我想讲无效啊，台湾去啊，无意中知影讲有民政府，啊无来听看觅，到底是咧讲啥话？诶、欸，国际法，毋要听过呢。自从民政府开始讲国际法了，所有个大牌开始拢咧讲法律啊啦，伊有家己诶法律啊、哦，甲台湾民政府吼，即个诶法律吼，摕一部分，摕欠特因诶路线。 啊，所以迄本《新台湾论》爱看，迄个是咱完整的法律、完整诶论述，伫咱遮，因为咱去个美国诶讲道路线诶第二种啊，第二种嘛是要公道的哦，当然，主权已经独立吧，啊，所以需要全民讲道。即第二种路线，哦，已经独立吧，啊，需要讲道，啊，已经独立吧，要讲道啥？已经独立唔？ 主权已经独立，啊啊要！要讲到什物会啊？讲到互伊变统一了、喔，抑是讲变做无主权？即种叫做公投路线，吼、喔！已经独立啊！公投第一目是要定什物会？定定定变做一个美国的一部分，抑是要变定什物会？啊！即个公投法都要经过流氓政府立法通过哦、喔。你要公投，都要经过伊通过啊。会使去公投？ 第三种吼，即、这个修宪的路线啦，我们修宪嘛。台湾实际实质的是现状，已经已经独立。啊，修宪取得法理独立，哎，实质啊，一解法理，哎，共产党都得力哦，哎，有法理上的独立，啊，建立台湾共和国。啊，修谁的宪法？ 啊！修宪是修谁的宪法？修谁的宪法来建立台湾共和国？修中华民国的宪法吗？啊，若摕 ROC 就是迄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宪法来修做会当变做台湾共和国？啊，任何宪法拢会使啊，敢毋是？台湾无想要甲中国统一嘛？啊，无中国家己改家己宪法，讲我叫做台湾。 啊，咱就变一个啊嘛！啊，就了嘛啊他唔去收美国嘅宪法，也是日本嘅，佮起来收；，他要佮中华民国起来收。所以，即种路线就是承认中华民国是伊嘅政府啦。第四种，流氓政权就地合法嘅路线啦。伊已经承认即个政权是合法嘅，是咱嘅，所以佢啊，佮佮倒来公道啊，拢走袂，即种。 在岛的路线走未出去、這個，即个咱讲政治人格的即个限制范围啦，就是拢伫只弄来弄去啊。经过公岛十万人的连续过门槛，啊公，公岛亲像瑞士中立国，即阵讲嘅安怎說的？系吕秀莲讲嘅啦，什物叫中立国？瑞士嘛？ 啊、瑞士已经加入联合国了，你敢知？瑞士已经加入联合国啊！伊唔是中立国啊！伊加入联合国啊！来，你来看 UN 的这个网址哈，联合国的网址，你来看，阿迪加，你来看，迪加，这是一个王子的叫叫下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的，是讲联合国它的会员呐，会员国的成员。 还、啊、有 A A 到 Z 嘛，伊个国家个名 A 到 Z，啊，你甲拍 DMS 伊就造出来嘛。伫遮瑞士啊，我放大大家看，Switzerland，啊瑞士啊。啥物时阵加入诶？二零零二年十月九号。啥物时阵加入啊？啊，像瑞士的中立国，啊，中立国若遮好，啊，现在伊也加入。为什么他要加入联合国？中立国有啊，一个中立国啦。 梵蒂冈，吼，若、哦、有去过遐就知，迄就一个埕，差不多可能甲咱即个农庄差不多平大，甚至去较大一倍安尼啊。梵蒂冈就安尼尔，中立国，因为教皇伫遐，天主教教皇伫遐嘛，啊，啥物人甲拍？哎，全世界信基督教的国家，啊，是天主教的国家都会甲拍，所以伊是中立国。哎、啊，伊是安在无家己联合国。 教皇的讲，全世界拢是我上帝国度的啊！我是家里什么联合国？联合国就是我，就是上帝的那个底下的一个组织而已啊！我是上帝代言人，教皇，啊，我家里什么联合国？是联合国要来加入我，啊，瑞士都加入联合国啊！啊，公投成为中立国也是台独啊！他的中立国的国家名称要叫什么？ 第五种吼，流氓政款咧，就第合法的路线。第五种啊，透过选举，啊，这著是政治人格。第一体制内，政党不断轮替，然后连赢只剩二三十党啊，有人相信台湾就独立啊？你敢相信？台湾没得独立，二三十党。 伊阵啊，佫安怎使都袂变航空母舰啦，是毋是？制度的问题，它是制度，伊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无可能你二十三、二三十当伊变体制。换一句话讲啊，中华民国即个体制，伊是佫较久，伊都袂变美国啊。既然袂变美国，袂变日本，伊是安怎会变台湾？无可能啊！ 因为这个体制未当开一个例，啊，的喔、那会使话吼，迄个达赖喇嘛讲啊，我无爱遐忝啊，请遐流氓，我变做德兰萨拉共和国，啊，印度煞莫名其妙失去一个城市，流氓捐款来甲伊个德兰萨拉个城市，啊，雄雄伊变独立，啊，总失去一个伊个土地，领土，咁款啊。 那啊，说说讲好啦，泰国流氓政府来个高雄啦，啊，所以变独立，泰国共和国，哦，泰国共和国啦，啊，变独立，啊，所台湾说高雄人，所变做诶、欸，我当时变泰国啊，就是即种即种方式啦。独立有前夺，独立毋是无代无志会当独立未？独立一定有前夺，要先知影家己是啥物身份、啥物地位、啥物位置。 哦，这是第一条件啊！台湾人毋知影、啊。第一个条件著、就是处在一个国家的状态。你若要独立，一定是一个国家的状态。伊是属于国家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对美国独立出来，安尼叫做独立。一定一定是有一个美国啊,啊，独立出来。兜有爸爸妈妈啊，我要离开这个厝。 要独立出去，所以我会知我有一个美国某厝安尼租厝安尼，这著是独立。加拿大诶领土国家，正面这边即得叫做魁北克。魁北克是 a part of Canada，著是加拿大诶一部分。伊要拆独立，著、就是为加拿大独立。哦，伊这这就是伊国家。苏格兰嘛，要独立吗？ 苏格兰是英国嘅一部分。第二种吼，第就是迄嘛是条件啦吼，你若要独立嘛是条件。伊是属于一个国家嘅殖民地，伊要独立脱离伊嘅宗主国，哦、啊，对宗主国独立而出。印度过去嘅宗主国是啥物人？英国嘛，是毋是？英国啊，啊，所以他脱离宗主国，脱离之后他就独立。 啊，台湾敢是一个国家，我甲朋友讲啊，他看可能是我出国开护照，我提钱会当换美金，出去也车联牌机啊，这是我的国家台湾，它毋是国家，安尼著是国家、喔，车联牌咪当换做狗仔牌啊，对毋对？啊，提钱先啦，咱换美金，钱甲袂用钱。 大家有感觉奇怪无？这张钱若是假的，现在一旦换美金，从华面讲的钱啊！大家捌去迄个百货公司、诶游乐场有无？啊，囡仔无坐迄个游乐器，也是讲迄个讲什么地鼠迄种游乐器？啊，汝是毋是爱换代币？啊，汝真钱落来干有好？汝定爱换代币来弄嘛？ 代币对迄个游乐场来讲，较是真钱啊！啊的，汝个真钱摕真钱去换假钱，该落代币较会用，是嘛？是毋是？啊，咱今仔去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游乐场啊，一个上大游乐场啊！啊，咱伫遮过六十九栋啊，咱伫遮活了足自然足自在啊！汝甲想想，甲汝甲想啦，迄、啊啊那个游乐场汝甲放大放大，甲像咧台湾较大，四界拢有通去佚佗，有通去食，有通去困。 会当直接过穿，直接生活，直接出世，直接老死，但是你永远都唔知道你是虾米人，这是一个叫做大游乐场。啊，你讲你只呢？咱是活在一个无无迄天野的感觉内底，叫做政治人格啊。咱毋知咱家己的身份啊。因为我会护照会当出国啊，拢会使下底啊，你你嘛是要转来啊？啊，无你移民嘛？ 过去台湾人移民了，的拢差不多得这个数赢。我感觉台湾没计划移民了。一九九五年闰八月，一定人移民贝里斯。台湾那是一个国家，虽然美国讲反对台湾公投入联合国，些、這個、新闻你做一个看啊，一下下，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包含联合国，需要国家地位啊。 台湾就没有国家地位嘛？你是人家一部分的国土，一部分的领土，你哪有国家地位？你没有国家地位、啊，所以咱加入联合国无可能，甚至唔免无需要。咱若照国际法律慢慢啊行，等行等于咱的位置，咱就伫联合国来得啊。哦，以后啦，诶是以后，咱今麦就是今麦咧起 e 起 p 嘛哦，来。 啊！若毋是国家，啊无是虾物会啊？咱台毋是国家，到底是虾物会？这问题吼，常常困扰咱四周围的人啊。台湾毋是国家，啊无到底台湾是虾物物件？伊是殖民地吗？伊敢是殖民地？有人讲若是啊，伊要独立嘛？有宗主国啊？啊，伊咧是殖民地，较会当独立。啊，你若是殖民,、啊、民地，请问啥物人咧？甲你殖民？谁殖民你啊？美国吗？啊，日本还是中国？我们找出我们宗主国是谁啊？ 啊，若是宗主国是虾物人啊？啊若，若毋是到底要为地独立，为虾物所在独立出来？哦，那么为地虾米所在甲独立出来？汝若问大多数问嘞，这差不多拢倒啦。要独立，要为地独立出来。啊，独立就是为原地徛起安尼就好啊。啊，要徛起來，徛起來要创啥？啊？独立是虾物货？大家去想啦、啊。台湾的祖国是倒一个？日本？即嘛讲日本是普通？ 嘅讲法啦，较正确诶，是大日本啦。我讲啊，大日本无滴诶啊，啊无滴诶是啊天皇佮滴诶。大日本诶宪法是天皇落教书互伊生效诶呢。啊宪法大日本诶宪法第一条诶，写讲天皇万世一世啊，就是讲天皇两个滴嘞宪法着滴诶。啊宪法滴诶，即个国家着滴诶啊，只是因为战争失败了。 就著一寡合约，咱讲选址起来，选址起来，连咱的国家拢选址起来，所以大日本帝国即马无运作啊，在国际组织上他没有运作了。祖国，所以什么叫祖国？咱一个定义啊什，什么叫祖国？什么叫祖国？给我一点热烈的回响，好吧？什么叫祖国？毋是鼓掌啦。 什么一个祖国啊？啊，民族主义啊，哎，不用很，不用不用那么复思考那么复杂。阿坐为国了，就是你阿坐的那个时期的国家了，你阿坐如果还在几岁？哦，对啊，一百吗？ 二那时算一几巴克啦，啊一百即嘛二零一四嘛，啊，著一九一四啊，对毋对啊？啊一九一四，台湾人、三个人管的，哎阿伯讲公的嘛，哎个公，阿你讲，哎祖国,、欸、祖國我祖公来台湾，什物哦？唐山过台湾，哦，没半点钱，我那第七代安呢，开基祖呢。 啊，要算对一、对一、对一，个国家。我今仔日讲的阿祖吼，得、喔、到阿祖得好啊。伊太做过了，迈算啊。因为迄个时期，清朝也是讲清国大清帝国迄个时期，迄毋是咱讲现代化的一个有制度化的国家，毋是有有一个有宪法、有一个有规矩、有制度、遵守国际法的国家。咱即摆日讲的是有制度的，这个是制度啊。 有新闻有申请身份证有无？啊，有的举手我看下，即、這个比例一下，好下来。啊，汝是安怎会当申请证明汝是本土台湾人？著、就是因为即个制度伫咧啊，即、這个制度伫咧，毋只有即个户籍登本，毋只有即张，即著是文件、法律文件，汝毋只有这個，有这可会咱证明汝是在日本帝国日本人、日本籍本土台湾人的后代，汝毋只会当办迄张。 当然，新移民嘛会当办啊。迄个毋是用即种咧证证明的啦。哦，办即张就是证明你是本土啦、本土台湾人的后代啊。我大家看哦，这是为即、這个即、這个龙猫的影片加落来的一寡一寡图片啊。啊，大家看哦，会那咧若要精神的哦，即段人目睭睁开，近距看，一定会唤起你儿时的回忆啊。哦，来。 这个人穿什么衫裤啊？这个人穿什么衫裤？赶快嘛，和服对不对？大家我穿过和服，有哦，哎有哦。啊这这囡仔穿什么啊？赶快嘛，这我本人啊，这我本人啊，这是真的，唔当笑。嘿，我是我。 赵嘉宾见我了，我变出来讲，哎，啊，我细汉咧穿、這个，因为阮阿公阿嬷因着是受日本的教育，日本的文化，伊家囡仔穿这個，这嘛毋是为我定做诶，这是，咱讲接辈兄啦，接辈姐啊，咧团团团团团团到诶，我出世啊，倒着我安尼，阮小妹有穿哦，阮小弟着无啊，迄年代着无无共啊，咱看我穿这個。 阿达多啊，因为阿伯啊，毛举手，想讲我都有发老，有啦，我我有一个年纪啦，但是但是有穿过有穿过这，表示讲，咱个是大人，咱个家族受着日本的教育，提升咱个水准，咱知影讲要学习即种较悬文明的水准，有看过这无？即叫做啥物话。 哦、oh,，有人讲泼布，人讲水蛇啊，拢会使啦。哼，南北部讲诶讲法无共啊。即卖阁有啊，即苗栗个客家甚物大院遐、啊，啊，即碳树吼，碳树是日语嘛，啊，英文叫啥？毋知。即碳树较早吼，用啥物查做诶，香料机，啊，香料机倒位做个？对对，出产出来。 哦，对啊，啊有看过这有一个 cano 无？哦，汤氏的 cano 嘛，我相信大家有,有看过这，哦，过去的汤氏就是这嘛，啊你可能伊较在江龙左右的，龙爸麻麻。爸，啊你若角度稍看毋对，就拖袂出来，啊无就煞袂入去，吼、哦，啊细汉有大棒打无？有嘛？有大棒打，请举手上来，有过规棒打。 哦，那种大龟帮打。这个是龙猫的影片里面的的的,的东西诶，啊，睡的是这个啊，过去睡这個嘛，嗯、对毋对？啊，都、就是安尼困的嘛。啊，若房仔困房仔的吼、哦，经济较无较好。啊，若经济情况较好，也是讲吼是大人困的，困榻榻米。哦，安尼房子先订着会较粗胚嘛，过去着安尼嘛。啊，过去。 有看过这啊？有无？我想看过这個人个无多啊，车种啊，肉秘书、秘书人拢有一拢有一个迄个一个，咱讲职位除了司机以外，有一个公务人员，著、就是迄、那个咧拍票个嘛，是毋是？车站嘛，对毋对过去囡仔胖个咪规转头拢出来揣即咱个方俗啊，咱过去优良文化。过去有看过这啊？即、這个啥？ 人讲孔明车，孔明就是中国的个，迄个咱就受着指南文化的影吼、那个影响，讲咱孔明啊，啊天顶来天顶来讲孔明顶，咱受着足侪即种文化诶诶迄落诶影响啦，吼，讲铁马铁马嘛，吼，也是讲骹踏车嘛，吼，有有有坐过有无？啊有坐过伫后壁啊结果吼、喔，骹骹后跟拢去碰着有无？来举手者来我看麦。 因为我大家拢有碰过咧，碰过咧感觉出歹的，对毋对？一碰第一摆啊，第二摆就会惊咧、啊，啊，骹脚就坐后壁骹着拢啊开开安、啊、尼、啊。来，你注意看哦，在这影片内底，即、這个囡仔骑这个车安尼骑啊？脚位中软过啊，搭来搭来，因为坐袂着嘛。过去无好囡仔骑的车，拢是大人，因为这是较早若有一台车也差不多一台轿车安尼啦，因为啥物物件拢用这载啊嘛。 是毋是？啊，卡蠢鬼啊，打来打来，啊，看到人袂晓动，佫跳来用卡动安尼，<laughs> 对毋对？<music> 各位观众，嘛毋是各位观众，各位同心，即、这个影片是日本人，伊伫日本一九八八年做个动画，是安怎伊来电影，下一刻影像伫咱个记忆中间拢会出现，因为咱是同一个国家啦，真简单咱就是是同一个国家，咱个祖国，咱个美国。 都是日本啊，大日本啊！这是过去这个冰冻的车站，你看头前有啥？看无啥清楚哦，脚踏车架啦。啊，捷运当时开开始有伫台北红线呢、啊？淡水线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记得吗？一九九九年。 哦，一九九九年，我现在记加较清楚，因为一九九九年吼、喔、八月暑假时阵，全台湾大失电啊，知有印象无？全台湾大失电哦、喔，因为刚南部多一支电塔断去，啊种大失电。啊，共迄年九月二日大地震。啊，共迄年,、啊、年我去澳洲。 去得坐因诶地铁，啊，坐坐哦，啊，那种地铁做进步，但是地铁做太挤，哦，啊，倒转来第一摆坐到台湾诶，即个捷运，哦，感觉家己诶身份真好，因为有那种地铁，有那种捷运啊，去去、啊、想,想想也蛮对，敢若台北有呢，我带高雄，高雄无，而即嘛高雄佫有啊，哦，啊，过去就有即种文明啊，咱诶文明水准足悬诶啊，咱。 高顶的文明所学，低顶的文明来跟他通知。啊，看咱有悲哀无？这叫做亚洲的国，真简单。祖国的定义着是安尼尔，亚祖的国。日字啊，日句。有人讲日句、啊，讲窃句、占句，咁对？你嘅钱会当行偷睇？ 你的车会当互淘汰？啊，土地免哪淘汰？啊，佮归入台湾岛免哪淘汰？毋是有评估，伊免怎来？日本人免哪来台湾？日志著是日本地理啦。有人讲我我我阿公阿嫲拢无讲什物日治、日据，拢拢无咧讲这個，伊拢讲日本时代，对啊，日本时代简称。 日本治理时代啦，简称叫做日本时代嘛。过去咱即个中国国家就是安尼来，我简单进粗浅介绍了哈，用类比法介绍了君主制宪的国家，君主制宪啦。哈，制定宪法的国家，就是即个国家的条件，宪法的条件，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即个天皇、皇帝，还是女皇，这个君主制宪。 啊，有看过这身哦，这身吼、喔、用这身来做比喻啦啊、喔，这身叫做无敌铁金刚，一套电一套电舞机的指挥艇啦，啊，指挥艇内带一个人啊，啊，啊这个人哦、喔、就是君主啦，啊，这指挥艇就是政府啦，君主需要政府来将他整个国家就是鬼神人来运作起来啦，运作成功可以让他可以国家机器可以运作可以动啊，所以。 君主就是指挥艇里面的那个人，啊，政府就是那个指挥艇，啊，所以宪法就是如同这一条这一支箭，哦，宪法是有利的，哦，无赖的啦，那人民就是这些机器人的卡丘啊啦，哦，手脚了，君主制宪的概念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国家机器要运作了起来，君主透过制定宪法，让政府可以在这个他的土地，君主的这位。 天皇，或者是皇帝，或者是这个女皇的土地上面治理他的百姓这个君主制宪一八九五年之后，《下关条约》加利亚款，这些足重要哈，这是这个《下关条约》来对说起来，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定,定合约。 哦，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风云之端。签合约、签条约，哎，用以李德维的弟弟家，杜绝将来风云之端啊。那你二款啊，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检李家，以派李鸿章、李金芳两个人，甲在日本。 天皇收牌，拍伊藤博文、陆奥忠光两个人对签合约。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李鸿章、李金方他们的权力来源来自于哪里？来，来自于皇帝啦，大清皇帝授权给他们的嘛，对不对？不是一个国家授权给他们的，是皇帝有这个权力权柄授权给他的政府的。 官员或人去替他签嘛，因为合约不可能皇帝为皇帝为坐了，呃行了来，啊跟你对签嘛，一定是派人修款嘛。啊，这个款，李鸿章、李金芳的权力，他可以大过皇帝吗？不可以嘛。所以权力一定是从上而下来的。台湾民国人，台湾民国敢搞，搞，啊民主民主啊，所以啊、呃、人民有主权，所以我们的权力是从人民上来的。 多得变，权力一定是由上而下的。你讲咱今麦民主，咱今麦根本就唔是民主，咱今麦一一场虚晃的选举。我等一下会讲给大家听。啊，所以这个物件对签靠这个条约啊，所以马关条约啊，讲下关条约，它是皇帝对皇帝，日治的是统日本统治管理了哦。 战争法要经过征,征服，征服，征服，唔只有这個，因为强调台湾唔是全面都是属于大清的啊，只有西半部属于大清的、啊，我可能熬熬规则可以讲啦，就西半部属于大清的，那全面征服几多秘书？你还没管理这个土地，那反抗势力、反抗军吼、哦，你都要用武力加以对抗。 全面征服掉，征服得起，不再有对抗你的势力。然后你才能，你才能建构主权。建构主权之后，皇民化是三民一术，满足他多阿些国家机器、国家、诶体制，诶几类人民的条件。皇民化的是教育在地的人民认同，规划成为大日本国籍。迄、那个时阵皇民化吼，禁止就是讲禁止讲大伊。 讲在咱的咱的母语吼过去，但是呢，伊毋是迄种全面性的打压，所以咱的是大人，母语犹搁伫咧，但是中国流氓政府来的时阵，全面性的打压，连做一个布袋戏也讲中文啊，后尾两去讲到中文变成哈麦两词哟，啊哈麦二词，你袂感觉足奇怪吗？ 哦，啊，黑白郎君跟独眼龙大战在什么中原？你你你若用迄刁门，你来个配配倒多的配嘞，你啊，总总变笑剧，变闹剧。啊，方明华就是你若学习日本嘅风俗，穿日本衫，讲日本话，受日本教育。诶、欸，有奖励，加一包米，还是讲哦，哦，你有啥物款的福利较好？ 所以大家咧想欲来做，算是种在地移民啊，吼，转化国籍变做日本人，是安尼。所以伊毋是强逼，是讲强压咧，全台人拢会把我变做日本人，毋是安尼。啊，所以迄个时阵，高山咱高山族的同胞，哦，高山族的，诶、欸，感觉讲即个国家来治理台湾，真有制度，经验厉，所以为着天皇效忠，伊吼、哦。 这是咱讲义勇军啊，义勇队啊，哦，这这是一种咱讲类似募兵的呢啊，伊、啊、就可以出征，亲自出征。啊，一九四五年四月初一，天皇开始诏书，即下走朝鲜甲台湾咯，吼。我换作一个中文的给大家看，伊讲，本次征战啊，台湾军之义勇。 实在对我国的贡献，嘿，我国的是大日本帝国了啊，非常的大。啊，朕对天皇公深感欣慰，特别赋予朝鲜和台湾的著名加入帝国议会议员行列。用教书特别和台湾人会当加入议会这议员，啊，你什么意思？你有参政权了，你的身份全台湾的，以前不是讲？ 一部分的台湾住民哦、喔，是全部咧。啊，你有身份参政，啊，你可以参战，啊，你成为臣民，是因为即张，因为即张的关系，因为即张囡仔去靠民政，户，因为即张咱靠所谓的本土台湾人的区隔，因为即张咱较知影讲，咱来遵照国际法，倒返去咱原来的国际地位，毋免独立。 我知影要独立的人因为足痛苦吼，即个流氓政权治理足艰苦，不是特别化要统一。台湾的身份地位若无正常，啊，中国都拢一直无正常。迄个若亲像一个查某囡仔，伊在阿未结婚，所有的查甫人拢感觉有可能是毋是？中国一直感觉，即块著是我的啊，祖国以来著是我的啊，啊，伊太毋去甲蒙古讲，诶，你祖国以来著是我的、啊。 我有一个朋友伊台英伊去英国留学啦，伊也中国诶迄个董阿董二的甲讲哦，你们台湾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阮迄个朋友都甲讲啊，啊你为什么不跟蒙古、吉尔啊国说蒙古独立啊嘛吼？即卖毋是臭海糖哦，即卖是老母鸡哦，因为顶关迄个蒙古独立啊嘛。你敢知迄个中国海选甲应看？哦，如果啊。 我们的实力够强的话，我们也会跟他们这样说了。<laughs> 吃痴人说梦嘛！哦，啊那叫历史来讲，哎，元朝啦，其实唔是元朝，迄是当大元帝国，也是俄罗斯人甲怕拍因为元朝啦。元朝曾经征服到意大利威尼斯，啊，中国人他敏感，意大利讲，哎，你是我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讲迄拢是假啦，感情的啦，讲爽的安尼著好啊啦，听听诶著好啊。所以台湾若无正常，中国就无正常。啊，台湾若要正常，咱台湾人爱觉醒，互咱的地位倒转來,、這個這個、来，即个即个照国际法倒转来，咱的国际诶正常诶地位安尼著会使啊。啊，但、就是因为有这张，毋食，有食毋食，咱会去，整个新下惨败。 来显示出，咱要的是大日本帝国的声明，是安内，是安内来。台湾不需要独立，只需要遵守国际法，好咱回归正常化的国家，安内就好啊。来，让大家看独独立的公投在思考啊，那个来思考什么叫独立公投。我们來看一下案例三。<Okay. S 3> 这个稍微快一点，弄到中间。这个人画一百肚啊，画到最后一秒，大家才知道他在画啥。 镜头，这两支笔咯，啊。等一张看我的位。啥。 因为即个评审啊，哈、哦，够厉 <music> 害啊、哦，<music> 好，安紧点。差一个影片，大家较袂爱困啊。哈、哦。这影、個、片要讲讲啥？你改变你的观点，你會有新的看见。你愿意改变观点，你才看见新的物件。 咱想要公投，要独立看新闻，毋知影要怎看。克里米亚最近，因为今年啦，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它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后面讲伊公投不合法，欧盟讲的呢，伊今年的三月公投，投票率超过八成，安尼够效？啊无效，是哪无效？咱毋知。 过去咱嘛要讲讲咩公道啊？咱来看这个，这是公投不合法的其中的因素之一而已。它有很多因素，但是这只是一种其中的一个充要条件的因素之一而已。以人口比例来，乌克兰一二十四趴，俄罗斯一二五十八趴，鞑靼一十二趴。鞑靼应该做先了哦，较早请来怕中国人个，所以因弄个律这记录在历史典文。

台湾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是什物人。中国人，伊知己的祖国是什物人。台湾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国是什物人。九十七趴，你注意看这个命题啊！这是这种新闻列落来哈、哦。九十七派的选民支持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请问这是什么公投啊？是统公投还是独公投？这到底是统还是独啊？看你站在哪里啦哈、哦。 你如果站在乌克兰，那叫做独啦，啊，如果你站在俄罗斯，它叫做统，啊,啊，实际上，咱注意看哦，照这个逻辑，我们再往下推演，克独之后的下一站是什么？克里米亚独立之后，它的下一站是什么东西？跟俄罗斯统一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啊，不然它下一站是跟美国统一吗？还是跟德国？不是啊。 因为他的统，他的人口比例里面，俄罗斯裔五十八趴。啊、这个俄罗斯裔，他们指的是血统上的。啊,啊，同样的、啊，我们不止我们不是血统上，但是我们的认知上，这时候当然你说，哎，那周深那位点过来的。 一补一门课叫做艺术节嘛，刚说会跟你讲，咱根本就不是中国来的，迄是一套谎言，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用 DNA 的方法证明，我们根本就不是祖先就不是从中国來的，来克里姆少部分了、啊，很少的部分了、啊，但是几乎不是了。能够来看，啊谁在支持克里米亚独立？选比较痛的人嘛，对不对？ 欲求统一台湾，故重支持台独。几多？来，一八九五年台湾民主国，哎，谁支持的？大清啊，大清帝国支持的嘛？啊，支持想要要支持独立，因为那边有日本夹去嘛，迄时阵伊安尼想的嘛，啊，台湾是伊殖民地啊。 成立民主国之后沒多久，无外固，也无人讲，照等下，照等于中国，啊，台湾做半分呐，中国人支持个啦，啊，台湾民主国是大清的臣属国之一啊，伊在等于朝贡个、啊，啊，即的人甚物人？中国人啊，即种吉那人啊，是毋是？伊、啊、种支持态度呢？大家敢知？ 没听过呀。来，毛泽东说：“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锁，我热烈支持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这点同样适用台湾。孙文说：“在台湾的呃中国同胞被日本压迫，我们必须鼓吹台湾独立和高丽的独立互动运动互相联合。”现在哪能光归台独了？ 啊！这个流氓借款来，甲你加工。诶、欸，你毋通台独。诶、欸，啊！即马伊过去讲反共抗日，即马伊著去通共啊。较早你若先看，讲着，咱讲中国诶物件，啊！你为匪宣传，伊即嘛到处为匪宣传。谁在支持台独？同样的逻辑啦，谁在支持台独？中国啦，你注意看。 在台独阵营内底人，有真多是甲中国有血缘关系的啦。我们是专播啦，但是很有利的人，通常去查他的背景。当然也有本土台湾人，一定有，因为他们是同样的目标跟势力啊。台独的下一站是什么？对了，回归统一嘛。 啊，跟谁？所以咱爱安尼看代志，慢慢的去推敲，看怎样讲。为什么现在台面上那么多势力在唱和？当然，对资讯是麻痹呢。我们看一下案例四。 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关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来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了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 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有这个这个不是他们进是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还是每年有有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 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打呼。对啊，这影片内地。啊，台湾台湾人工作这代志，但是咱台湾人看无，阿、啊、来讲，哎呀，感情的台湾人就出现啦。啊，台山呢打压我们台湾同胞，阿明偏在金门公安台湾同胞。啊，迄、那个议员要讲，不能因为金门属于福建省，所以把它归类为中国。啊，无请问金门属于福建省，阿把它归类为美国哟？伊国旗被归类给谁？ A I T 的人足清楚，金门属于福建，福建就是中国。啊，迄拄仔我讲的迄个，毋通用外省即个概念来来看代志，你得用中国的概念来看代志，汝会知影讲，伊就是属于福建，福建省啊，就是中国的省啊，所以伊的国籍是写中国，无毋对啊，他有啥物毋对的？ 啊问 A I T 人，A I T 讲啊，长，你也注意看，一问官方，问你迄种敏感性嘅问题，诶，新闻记者你甲问嘅时阵，啊，伊拢会回答讲，呃，这個、长久以来有的问题，啊，不来讲，啥个电脑，讲啊，电脑出错啦。啊，无就是讲，呃，这个我们在研究，啊，研究遮久啊，佮研究不出来，问题毋敢讲啦，伊迄个讲嘞吼，台湾人嘅身份地位都走出来啊，毋敢讲，毋敢报，啊。台湾民间报嘅新闻嘛是安尼啊，报嘅拢是负面嘅啦，歹嘅啦。 啊，那好诶，还是应该赔诶，伊毋去约啊，伊若约落吼就走出来啊，当然人醒起啊，原来是安尼哦，啊，即、这个国家都变去啊，毋是即个国家是即个捐款都变去啊，所以台湾民国毋敢甲咱安怎，因为这这是打着伊诶痛，你讲你讲痛点呐、啊，哦，打踩到他的痛处啊，他如果因为因为我们站是站在法理真理的基础上啊。 他如果攻击我们的话，是法理防卫我们的。所以，这种新闻的是，你看得到啊，你不一定看得懂。那种经济新闻东西，看得到不一定看得懂啊。中华民国的军队在裁撤啊，有吧？我他多少讲哦，媒体好拢人甲败诶，啊后面呢啊甲消失变成好诶。裁军，媒体讲嘛，我们要办观光啊。 我们不要武力，不要军队，我們要办观光。我讲哦对吼，哪要探钱呀、啊？观光啊，宪制部、海军陆战队，这拢是采才测相关的新闻了。你也看到这种新闻要注意啊。阿帕奇交机，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大家敢知影这消息？每条有这种很凶啊，三月十九。 大家已经一点唔知影有这个消息，因为三月十八发生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唔是坠机啊，三月十八，雪运啊，雪运太阳花有人讲大长花，因为阳看也做生产。二十四天的新闻，何你看无其他的新闻？媒体拢即种即个。這個 模糊焦点呢，提供转移焦点的方式。下面打给军队如果在裁撤，那为什么还要买武器？美军以后要用的，军队在裁撤啊，公司在裁员，但是他还扩产，这就是一种逻辑上去去检验，非常看起来很矛盾、很吊诡的事情。 谁在买的？谁在付钱？买给谁？你的车啦，买新车买来吼、哦，啊，开两公，赶紧修伊，啊，你会安怎处理？报销啊，换一台新的吗？无吧，原厂嘛，你还取原厂嘛？啊，拍怕摔术来，啊，他无会取原厂。 要着当讲啊会來，来台湾人吼，我爱看到较知啊，较相信啊。但是台湾人吼，互你看到伊嘛毋相信啊。大家敢有看到一只一只兔啊？有了，请举手啊！啊，没有的，没有的请举手。哦，没有看到哈。来，注意看啊、哦，在这里啊，伊被照出来啦。谁家？ 有看到吼啊哈？阿未看到真正，你其实你有看到啊？你分辨不出来啊，是毋是？来个一张，来个测实验者啊，只一只鸟啊？有看到无？看到请举手？哦，呃、哦，较少人啊、哦？嗯、啊，你甲日看啊，看未得？看请举手者。我看觅，诶、欸，其他嘅有冇看到？ 来，迪加，看未出来对不对？这就是你，互你伫你面头前吼、哦，互你看，其实你嘛看未出来啊。啊，但是吼、哦，咱来看哦，迪加，你来换一个角度，你就看会得啦。改变观点、哦，他多少讲嘛？改变观点，你会有新的看见呢、啊。那、啊、你这个就是。 跟刚刚这个是一样，我们都是直线的同一个观点嘛，啊、哦，同一个观点嘛，啊，我们改变观点了，原来它在这里，大自然，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动物这个所谓的保护色，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啦，这个这这个只是要跟大家讲这个道理啦，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啊，台湾民政府是日俗美占。 美军还占领着台湾，大家有看到美军吗？有没有？够，没人看的吗？啊，你觉得你想要看吗？要看哦、喔。我也变不出来一个美军啊。但是我们哈、喔，看东西哈、喔，看微生物要用什么？看星星用什么？望远镜。 老花眼用什么？啊、哦，看不同的东西，看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距离，你要用的眼镜镜片工具不一样。看到影子在动，一个人影，你可以从影子判断，大概是一个人吧，没错吧？你看到影子像一个人，你不会把它想成是猪吧？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新闻有时候有这种现象。你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你透过一些知识，那给它一供了一些知识，你可以预测到原来这个背后有东西。来看案例六，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二零零六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知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嗯、但是我们,我们那时候本来，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嗯。哦，嗯、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这个航情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 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有><那>我们有弹头，对对对，啊、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也放了一年多哦，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二零零八年的三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哇>结果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我们国军，我我们国军的那个。 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Yeah. S 2>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二零零八年的三月，台湾总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那把这空降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 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啊。然后，现在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 <laughs>、哎、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 I T 的官员啊、哦，嗯、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OK，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可以让我们载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外资。 这个外置的这个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台南的基地里头，嗯、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港基地，嗯，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嗯，一直到隔天早上，A I 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明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嗯，啊，他才发现、嗯、居然有这样的， 有够力证明啊吧！大家看这新闻吼，那过去，这过这是旧年诶八月的新闻。阮太太拄仔做过来，爱拄仔看着，我讲啊，叫我赶紧甲揣出啊。伊时阵有甲伊即掠落来啊咧。这新闻安尼讲啊，这新闻拢毋是啥物，呃放在呃，啥物核弹土坑伫叨位，也是讲啥物呃很夸张，拢毋是即个即个问题，重点拢毋是伫遮。 咱来看这個新闻，这個、新闻呐，未当讲美军還要搁占领台湾，即要搁台湾的占领，啊，台湾要搁是美军的占领地。请问会当用什物款的理由来甲解释互清楚？过去咱可能是茶余饭后食饭吧，啉一茶，哦，啊足喊的啊，太会即，哦，美军系做喊啊，他搞一核弹头啊，用武毋对伊清。請 迄个清仓的时阵啊，清仓库清点无毋对，啊用毋对，啊讲甲藏嘞台南，啊且作咸的太安尼，啊着过啊嘛？讨论迄种新闻，着是安尼样茶余饭后，着过啊。但、就是咱无去甲了解讲，是安怎美军重点是是安怎美军随时会当倒来台湾，伊讲咱随时落去北京，咱随时落去伦敦，啊现啊随时现倒来青山江。 去开一个外资的车，甲物件载来台南机场，所以咱要注意啊，是毋是台南机场，还是台台中的青山港的即个机机场，有甲美军会当联系单位哩啊？像咱伊落来的时阵，各防无人毋知，咱去想种问题，即种新闻走出来，大家台湾人哇，吃吃呢，煞无伊感觉讲我。哇 哇靠全世界拢可能拢知啊，诶、欸，台湾是美人的那样对，啊，加拿台湾人唔知道，所以我对我讲的嘛，那我在这个庞大的游戏场里面，每天用着代币快乐的生活着。但是，我们还觉得我们要独立，所以呢，提升咱的解读能力啊，能提升咱的解读能力，能看新闻的能力，能。 要从自我要超越。今天大家来，大家来家你就是要提升即个物件嘛。朋友跟你讲毋相信啦、啊，妖姬妖姬啊！啊无好啊，我听一下好，听到底是民政府是咧用啥物步署咧甲人变尼啊,啊来遮拢互你看真实诶物件，事实诶物件，有见骨诶物件。我们看一下案例七。 我说奥尔真像恐龙，我、啊、快一点拉到一半。而且还设计来嘛，咱先来看大家。你看伊镜头对你动的时阵，迄恐龙的头会对你动无 看后壁啊，注意看伊在等来时阵，哎、嗯欸，头壳会点动？你、嗯、看你我这边，嗯、呵，见底、嗯、这只蛇。 恐龙吼，你若送网，你甲揣迄个立体恐龙，啊，空格纸雕，啊是讲折纸安尼，你得揣着迄个图，你甲印来，啊你甲折折凹凹的，嘛刚款有即种现象。啊，即、這个物件就是视觉一种错觉，就是讲咱头壳内底，我们的大脑看东西吼，立体啦、啊，或者是光影啦、啊，我们是从这样去判断三 D 的东西，三 D 空间。啊，所以迄、那个伊咧看的时阵，迄、那个恐龙目睭是破出来嘛，啊喙是痛出来嘛。 对不对？一开始是安尼嘛，但是镜头一直过过过过,過到后边的时候你說，你、欸、讲，哎，我看来咱当初我痛出来物件是耐进去的。刚刚看出来凸出来的东西、立体的东西，原来是凹进去的。可是我们在前面怎么晃，在那个角度内，你都看起来都是凸出来的，对不对？脱离受限的角度那么超越自我来脱离受限的角度。 我们如果超过那一个角度，我们就看到那只恐龙原来是凹进去的，不是凸出来的。超越超越那个角度，给咱给咱看台湾的媒体哈，都是中华民国流亡政权给你看的角度了，他要你看的角度了。所以你要有充分的资讯，你才知道什么叫炼狱的台湾了、啊。那你公脸硬，降低脸硬，降低脸硬，这样子湾民间府给你发明出来的名词，那是。 美国甲咱的判决书内底顶管起来，来台湾人要搁话题降低嘅人量内底，降低嘅人量等于哪亲像即个咱台湾咧底有几做大迷宫，我差多少讲我们被关在一个没有牢笼的一个监狱里面，我们一直在这里面冲撞、抗争、游行、选举，一直在轮回，炼狱的轮回。我介绍互大家听，政策议题，大概拢几政策议题啦。 洪仲秋军中人权议题，信不信？合适啊，台当诶，什么饭店？什么什么 BOT 开发案？环保议题？白海豚会转弯？那个生态环保问题？炒作？啊，那民生议题较强烈嘞，的变抗议游行啦，信不信？啊，抗议游行，游行要哦政治解套。 看是要开什么条件啊,地情書啊？啊，递递呈请书啦，啊，过来，甚至收割，就是选举啦。啊，收割了后，过无偌久，佫倒来，佫来政策议题。所以你甲他讨来哦。我头拄我讲啊，这是一个轮回，炼狱轮回的模式啊。红中秋，人权，军中人权，媒体炒作，我爱偌可怜啊，安怎伊是让养妻养子啦，等等等啊伊伫。 迄个大学的时阵，做诶真活泼，啊过来抗议游行，白山军十一万人啊，过来政治解套，你若一一日嘉年华，迄个无政治解套啊，一日嘉年华的煞啊，啊恁去啊，了插彩抗议啊，了煞啊，啊你若有连续像迄学院迄二十四工诶，伊都政治解套啊，啊过来，你若注意看后壁选举，将迄、那个。 抗议场吼，你若看迄政党人吼，政党去参武诶，拢拢派迄个派穿迄白衫有无？穿迄虾物党啊，虾物虾物议员，伊拢动员人去穿嘛，啊，举旗啊，去抗议。啊，你抗议着抗议，迄甲你选举有虾物原诶代志？伊着是要政治收诶啊，迄着是要政治收割诶啊,啊，啊，所以流氓体制内底咧抗争，拢是活伫炼狱当中，咱咧抗争。 东西我，里炼狱当中啊，那来去除刻板印象啊，来提升自我，提升解读能力，去除一些去除一些刻板印象、啊、来，那看案例八。 即个影片吼、哦，要甲逐个讲啥？你一第第一幕啦吼，拄看诶时阵，沙发著是碰椅，就是你想象中可以坐一个人诶，那个嘛，对不对？我们的印象在里面啦。你著看两个玩盘嘛，咧加币玩，皮皮拉阿的，哎、啊，你干嘛变大嘛？啊，想袂到伊去后壁睇诶时阵，都变完工。啊，你看后壁迄幅图，诶应该是介大幅啊，结果起来像块邮票啊，细张。 这样别别甲大家讲一个代志，你所看到的物件吼，无一定跟你想象的同宽啊。所以咱去除旧的思考认知方式啊，咱去除掉之后，可能咱看哪只东西东安尼，很习惯的用旧的方式思考。但是你先放下旧的认知方式，你也喜欢看有没有新的可能性啊？新的认知方式啊。过去咱拢受教育啊。 今天不投票，明天没票投。你今日无参与政治哦，明仔载你就没谈好参与，对唔是安尼？咱两安尼搞嘛，对唔对？啊，你呐伫人家中间就是认同参与流亡政府的体制了，选举了，一直频繁的选举，枪在咧选举，枪在咧抢救，枪在咧拜托，枪在咧最后争抢的一票，啊分钱式的选举，你敢捌听过？ 到一票哎，咱来用抽三十块、五十块，敢捌听过？捌吼？听过，请举手我看咪？嗯、哦，哦好，啊，根据伫底？听过啊，台湾人拢听过，啊，做些物件拢听过啊，毋知根据伫倒位啊？咱查阅民间物料，咱提升自我能力，咱来去追追这种消息、这种说法，它有没有根据？还是它只是一种传说？ 选前就是神圣的一票，选后从你的口袋拿钞票。选举的安阵呢，咱参谋选举怎变安尼、啊？但是咱唔知啊，多数人唔知啊。吃啦，经济你吃。《选罢法》第四十三条，你甲举来等于吹，一点光都有下。这个是页尾文啊。我把它，我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喔。这边，候选人全国不分区。 嗯，人民立法委员哦，当选在一人得票达各区选举三分之一以上者，当选人在两人以上得票加该区，你讲那那是一个人选迄区诶话吼，爱三分之一啊，啊，若是两个人以上吼，伊诶得票率爱即个二分之一啊，啊，即个票若有退掉诶话吼，伊就当竞选费用补每票补贴新台币三十元，这个是每票补贴啊。 就一次嘛，我选什物台安区的，吼、哦。啊，我若即区若我敢若我一个人选，哎，即即区若讲一百万人，我我爱三十万票，啊，我得当达到这个每票补贴三十元。啊，若两个人以上，两个人以上，伊着爱讲达到二分之一，2, 我着爱摕五十万票，安尼，啊，对方我若一百一百万人，我伫即区选，我一个人爱三十万票嘛，啊，若两个人，我爱五十万票嘛。 啊，对方伊若三千票，伊嘛无通去退，因为伊没有达到二分之一。2, 每票三十元，啊有正东票啊，即著是正东票。正东票较早无讲，啊你若恁兜有两票，一票投什物货，一票投什物货。啊啊正东正东票投什物货，啊到五拍啊著会使啊，百分之五，每年每票补贴新台币五十元，每年每票。 毋通参加流氓政权的选举，那你讲毋通参加选举是容易伫遮？你所投的每一票，你无论啥物党啊，拢共款啊；你投啥物写个拢共款啊。你拢是咧支持流氓政权，留伫台湾的合法性，因为这個制度還要给你放啊。他的制度还在运作，我们就是在支持他这个运作。伊个书让你回咱毋知啊，啊咱伫咧甲帮赞伊，互即个制度一直行，一直运运作，啊所以伊就留伫遮。 你甲全世界讲，哎，你看台湾人支持我、啊，哎、啊啊，怎怎样样选举啊？无选袂使啊！今仔个制度，着迄个选举制度，若亲像即块板仔啦？选举的人伫遮喊甲真大声，支持的人也是抗议的人，倚愈多，伊就倚愈在嘛。即张图咧，甲你讲这啊，倚愈多就倚愈在啊！啊，有人已经觉醒啊，离开啊，无爱生即个游戏啊，不要参与这个制度，让这个制度。 自动瓦解，所以这些人若拢离开咧？伊着熄落啊嘛，伊着放弃啊，这個制度着放弃啊。所以莫去参加即个违法的流氓选举制度啦。咱着互即个政权家己瓦解、消失、撤除啊。所以今仔日跟大家分享遮的物件，毋望逐家会当用新的观点、新的概念来思考咱台湾未来。 的地位，家裡台湾民政府加开一寡时间读国际法，而且家裡的亲人朋友讲即个消息，唤醒亲人好朋亲人好朋友，互因会当觉醒，这是你我伫来遮上课以后的责任。多谢大家。啊，各位同各位同事，我们下课休息哈。等一下中午哈一点，中午一点。 好，昨天没有拍个人识别证哈，个人识别证的一点去前面拍照。今天中午没有拍团体照哈，今天中午没有拍团体照，明天才会拍。好，明天才拍团体照，然后中午一点拍识别证哈，个人的识别证。好，谢谢。